不要让他上场啊。剩，对啊，剩两队啊，这两队打赢就晋级全国了。还有两场啊，不是啊，还有两场，这场要打赢才在下一场就晋级赛。其他的都输了啊，三峡其他都输了，陈伟豪输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两次罚球机会，哎，差一点点。有1-0。中进了，3-0。抢到篮板。5-0。他们的策略正确。小弟直接扛篮下。水啊，8-0。8-2。10-2。4。犯规，两次罚球，目前10-4，两罚。还有一罚，10-4。梁子龙抢到球，硬扛进去，
好，子恒多出去，目前10-4，暂时领先。林晨抢到球，10-4三分球投出，没进。大包，10-4。好，出界了，好逼球，10-4，这个分数卡在这里很久喽。三分球没有，子恒捡到球，他们推了我们的球，10-4。10-4，10-4目前。三分球，差一点，出界了。他们的球，10-4。杨子鹏超强的，12-4。子鹏捡到球，三分球搞定，结束，15-4，比赛结束。好，妈妈先到这里哦，拜拜。